有一首歌叫做《眼睛》，所以志伟哥哥，您有在吗？不过我可能要调音一下，你来嘛。你们认识他吗？你是你的职务在铁花村是什么？就是在表演开始前拿那个大声公在外面跟大家讲说今天晚上8点有表演。哦，那大概是那宣传。哦，对，叫宣传。他。这首歌叫《眼睛》，是他的创作歌。我希望，其实我在排歌单的时候，其实我希望就是今天来到铁花村的每一位朋友，对，能够听得到很多很多的歌。那我这人的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就是跟音乐人一起合作，对，那因为他的这首歌叫《眼睛》，我曾经有帮他。制作过这样，然后，有被人家嫌弃了一下，因为太好听了。我们请他唱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刚刚阿炳哥唱的歌，对，你要铁花村的代表一下，是吗？好，还是我们要请八哥来跟你一起合唱？那可能要唱老人歌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要回去练一下。好，换他。我妈妈找我吗？怎么？我妈妈找我吗？啊？好啊，没关系，就一路下去啊。因为我的那个调音器不见了，因为我的调音器是夹在这里的，长得很像那个瓜牛那种。好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。对，我希望这首歌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大家来到铁花村，然后感受这里的氛围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，对，对，铁花村。
前小腿。